今天来的这些人的爸妈都是狠角色，独立女生100下。你家里面是军人世家，我爷爷、爸妈、我弟弟都是军人，不太让我接触男生。那你都没有偷偷来吗？有，我有偷偷来。心脏要比康哥的头，那不可能。家里面是。演艺世家，我爸爸是幕后，然后妈妈是演员。康哥兄，你女儿会觉得有压力，她到现在都不敢承认我是她爸爸。